好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这一把就来谈一场圣骑的。我被怕
诶，奇怪，我记得我不是有吗？算了。放心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没关系，这只是保底而已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需要目标。3, 2, 1放心，朝我这里发射。个审判，对，在 BOSS 身上。让他们打，就可以回血。
走。当心。
Thank you.
这个可以直接恐惧黄速解除，然后是加速状态，不会被怪打死。错。好像不够，又好像够。这只野兽用的武器灌注了艾泽莱青年的力量，我不觉得他会乖乖把武器交给我，所以你就从他的尸体上抢在距离范围内。
心。靠近点！
不起，可惜。呜呼！放心。前面出太多包了啦，对，但其实是有机会的。放心。放心。走，开讲。酷的哦。好，这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